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资料图，环球网综合报道。据美联社报道，英国脱欧事务大臣多米尼克拉布 Dominic Raab 当地时间11月15日辞职。多米尼克拉布称，凭良心，我不能支持我们与欧盟的协议所提出的条款。根据媒体此前的报道，因不满首相特蕾莎梅的脱欧方案，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7月8日深夜提出辞职。英国政府9日任命多米尼克拉布为脱欧事务大臣。